Once an average-looking girl with no special talent to speak of, now a striking beauty, she has played many coveted roles in Hong Kong and China productions. Will you marry me? Elanne Kwong's latest film, The Wedding Diary, marks her first appearance in a Singapore-Malaysia production. The 24-year-old debuted in the film A-Side, B-Side and C-Side 6 years ago as Jiang Ling. She then went on a two-year hiatus to be trained under Universe Entertainment before returning to showbiz as the beautiful Jiang Ruoling. Quite the magnet for controversies, Elanne has fended off allegations that she had gone under the knife and also rumors that she came between her boss and his wife. But the actress-singer remains cheery and gleeful and is genuinely well-liked by her fellow cast members. Elanne,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想让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你的入行经过 因为我们很多 这里的观众还对你不是太熟悉 其实我的入行经过就是 当时就有身边几个女孩子朋友 然后他们就想要 就是casting 看看有没有机会 然后当时我是完全没有想 想要当明星 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有这个条件 然后我就 就陪他们上去，然后我就坐在旁边看他们 casting 这样子，然后后来就走的时候，然后就有人问我拿电话还有名字，两天后就叫我去参加那个 casting 那个比赛，我说啊怎么可能？我说我不是 casting， 我不是参赛者。他说没关系啊，你过来玩一下。然后玩的时候就拿了奖，然后后来他们就我们就签约这样子，对啊。所以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子。对啊，非常无心。对。 我们也有看到，就是你们的老板娘是在厕所里面就看了你一眼，就觉得，哎，这个很有潜质，所以就签下你。所以当时到底那个状况是怎样的呢？其实当时真的很普通的一个在洗手间，然后我在洗手，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这样子，那时候就问了我一句，哎，你为什么没来 casting？ 我说，哦，我不是来 casting，我说我陪朋友而已，这样子，这样就。 就走了，所以后来老板有跟你说，就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觉得，你是很值得签下来的吗？当时可能他们一天，因为那天 casting 他们有1000多个女孩子，然后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全部都是就是化妆啊，然后打扮得很漂亮，漂亮的女生，然后我就不会化妆，然后那时候也不会打扮，然后就 T 恤牛仔裤，然后就坐在旁边，然后可能。 可能他是这样觉得，怎么那么奇怪的一个人？就很特别路人甲这样子。嗯，对，真的是路人甲。而且我当时还是一个小胖妹，我当时120磅，脸很圆，然后就是一个在街头上随便一个招牌砸下来10个的我这样。在你闭门训练的时候，那个日子是不是很苦的呢？ 是，就是没有工作3年，然后就每一天就去训练啊，就学唱歌，然后就去学一些短期的课程，学表演，然后学跳舞这样子。然后要减肥。对对对对对，吃很少，吃很肥，然后很爱吃，很爱吃，都不让我吃，就是说做明星要减肥，为什么？他说我上镜很难看哦。<笑> 好吧，我减肥了。除了体重以外，他们还有哪一方面是对你特别严格的吗？其实每一方面都很严格。对啊，对，你要出来见人啊，然后就是这个，你是要给观众，就是你演一部戏也好，唱一首歌也好，就是要给很多观众，所以你必须要做得很好。所以听说他们也是要你戴美瞳，那看起来会比较有神。所以不是，纯粹是我觉得自己觉得。 还蛮漂亮的这样子，但是现在我拍戏就不会戴了，就比如说拍这部戏我也有戴，但是如果拍古装戏啊，或者是真的拍一些比较苦情的戏那些就不会戴了。A romantic interest in The Wedding Diary, Malaysian singer-songwriter, actor-director Aniu was an unlikely co-star, it seems.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你猜来猜去都猜不到第一男主角是谁。 那后来他们跟你说是阿牛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心里面有一点点失落？完全没有，我超开心，然后我在笑了半天。<笑>当时我会有一种直觉，拍的时候肯定会很开心，然后而且我觉得观众也会就是看腻啊，就是每一部戏都是这样的爱情，帅哥美女啊这样子。
阿牛也很帅啊，帅啊，因为他在现场哦。你们拍亲密戏的时候会不会常常笑场？因为他看起来就是很好笑。会，常常笑。会，因为我笑点特别低，我是每一场人家很认真在演，我就会各种笑。那假如让你选哦，阿牛、阿 Ron 还有敖犬，哪一个是比较接近你现实生活中的理想情人型？阿牛，我很欣赏。就是有才华的男生，尤其是就有音乐才华的，而且我觉得我跟帅哥只能做朋友。对，就是如果我自己选另一半的话，我肯定不会选帅哥。Now Elaine's chemistry with leading man Aniu is obvious, and although she's 11 years his junior, Aniu said she's been his acting coach all this while. Next up, we get Aniu to compare Elaine with his previous leading lady, Angelica Lee. Stay tuned.